到齐。指导班到齐。收容班到齐。等一下，指导班先清点一下，你们的装备无线电哦，还装备都检查一下，并测试你们一下你们能不能使用的对讲机，然后班长再跟你们的班员确认一下你哪个人要负责的事情。好，以下还有各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就检测装备。拿过来装来喽。